最恐怖的厂商斗争竟是在急诊室上演。你们都没有想过，还有一个最恐怖就是急诊会发生的，那就是抢棺材，抢得很凶哦。而且他们不知道从哪里知道的消息。那有一次就是我们发生一个重大灾难，那是那一天刚好就是在急诊躺很多人，就突然有一个棺材就出现在门口。原来他是要来抢刚刚重大灾难刚走的这个女生的大体，然后就直接棺木都已经在门口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